好吃吗？不错哦。那个炸的香气很多哎，不错，而且不会有鸭的骚味儿。哎呦，你成功了，你觉得？我们这边是不是也可以试吃一下？当然可以喝一下，绝对是别有一番凉拌的风味啊！你就别圆圆的鸭腿，他又拿回去摆了，是不是没熟？试喝都快喝完了，这么好喝啊！你就一直试喝，就觉得这味道真的很不错。妈妈一直忍不住要给我试喝。哎，他把还有炒的，还有椒盐蒜香。哇，它一种椒盐排骨的感觉，隔心鸭肉，就我很期待，我真的好期待哦。凉拌真的很聪明，它不会冷，怕冷掉。对，冷了也好吃。那你就慢慢熬了，有熟吗？你看啊 ，Smuckers 圣美家鸿门家宴，周六晚上8点，只在卫视中文台。